值商圈，矗立了一栋结合餐饮和精品旅馆的建筑。这是来自台中的餐饮旅馆业者水舞事业机构，首次北上就选择地段高贵的大直商圈，企图心不小。水舞团队贩卖的是一个时尚、健康、自然的生活方式，不管是水舞传，还是精品旅馆，还是我们的生活会馆、俱乐部的形态，还是我们的度假温泉馆，所贩卖的都是一个健康、自然、时尚的生活方式。当年从台中泡沫红茶店发迹，以罕见的独栋超大空间贩卖平价的泡沫红茶和港式点心，在厮杀激烈的台中闯出知名度，延续高贵空间平价消费的原则，顺利跨足精品旅馆、生活会馆。这次挥军北上，第一个投资就选择地段昂贵的大直商圈，以大量的自然元素塑造城市绿洲的主题，在业界投下震撼弹。我们运用了大量的自然、阳光、空气、水这样的元素来创造我们的整个庭园景观。我们做了水池，做了生态池，让进来的每一个客人能够沉淀自己的心灵，然后到我们的餐饮区，到我们的座位区来享受我们的空间，享受我们的美食。了解消费者喜新厌旧的心理，餐厅的装置艺术会随主题定期更换。这次的主题呼应城市人渴望出走的度假心情，透过这些随处可见的鸟笼释放出来。为了满足台北人挑剔的嘴，台北水舞传则是提供台中的升级版新式中华料理。台中的话是以港式点心、茶食等为主要的元素，那台北的话，我们考量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啊，我们特别再加上那个中华料理的一个元素进来。哦，像这一道菜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，是大红灯笼高高挂。那本身我们采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料孜然粉，哦，跟主食羊肉，来增加这个整道菜的一个口感。哦，这是我们在台北设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。目前有15间实体店面的水舞团队，每一间店都是前一间的升级版。占地将近5000平的基地，除了餐饮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精品旅馆木兰。65间房间，间间不同，坪数从30到100，除了基本的客厅、卧室、卫浴格局之外，还有设置逃生门，平常服务人员清理房间就从这里出入。为了重视隐私的客户，木兰从开车进入房间内设计的动线可说是滴水不漏，除了专属车库，还有专属电梯直通房间大门，餐饮也透过趣味而隐秘的方式送达，保证不受打扰。标榜精品旅馆的木兰，房间内采用大量食材和高级进口家具，喜欢的还可以直接下订。这个充满上海风的房间，设计师还特别开模制作专属灯具，十分讲究。最特别的则是每间房间都有大片的落地窗和半封闭式的户外景观，在寸土寸金的台北设置这样的空间，的确是十分奢侈。这是我们水舞团队的精神，也是我们操作的元素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讲说来休闲旅馆、精品旅馆是要放松 relax 的，所以说这一块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运用了大量的阳光、空气、自然、水这样的元素来操作我们的度假的氛围。百平的房间还有专属游泳池的设计，从电梯直接进门，走过长长的走道，室内装置艺术和户外风景全都是专属打造。作为两人世界的度假天堂，可以每次选择不同的房间，用脱离现实的情境为感情加温。为了维持高格调的品质，旅馆对于入住的人数也有一定的坚持。我们提供了最舒适、最舒服的一个度假场所，
希望来的贵宾也能够有同样的服务。假设人数超过一定的限制，我们在服务上面可能会有折扣，所以说我们非常的坚持我们每一个房间的消费人数。曾经被同业笑作傻子的水舞事业机构，在台中经营有成之后挥军北上，和北部的业者一较高下，推出的餐饮旅馆卖座成绩，也让原本神经紧绷的经营团队松了一口气，抓紧台湾休闲趋势和消费脉动。水舞期许自己下一个作品会更好。